当450公斤大钉球遇上防弹玻璃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咱们先看看这大钉球的威力。小哥在地面摆了一辆摩托艇。Yeah, boy! 只见摩托艇瞬间四分五裂，感觉一点没发挥出来大钉球的威力。接着在地上放了44层水泥板，之前小哥们用了铁拳试过，但是只砸坏了一半。现在上钉球开始测试，只见小哥开始倒数 2, 1, 4, 5, 6, 7, 8, 9, 10, 太恐怖了，压力全部穿透到底下，44层水泥板全部碎裂。让我们来看下慢动作。接着开始上重头戏，防弹玻璃。防弹玻璃一共有4层，只见小哥倒数。4层防弹玻璃瞬间爆裂，一秒都没挡得住。看来这么重的铁球加速度产生的威力太强了。让我们来看下慢动作。好的，这次的实验就到这儿。